啊，下面有个三无差别。啊，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啊，这个是出《华严经》疏，为心佛众生，虽在因在果，迷无不同。啊，在因迷啊，我们现在迷啊，在果呢，那就觉悟了。然其理性所居，本来平等，初无有异也。故经云：“心佛即众生，十三无差别。”啊，这是佛上的经文。啊，下面分开来给我们说，第一个。心无差别，为一念心体，凡身不二，具足十界，摄如是等法。二与诸佛众生心缘平等，初无有异。故经云：由心法界如虚空，这指诸佛之境界，是名心无差别。啊，心是真心，真心只有虚空，所有一切众生，上面包括诸佛如来，下面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，啊，都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。这个心是一切法的本体，所以叫一念心体。啊，这个体凡身不二。啊，凡是自己的心体，身也是自己的心体，所以我们是共同一个心体。啊，整个宇宙万事万法共一个心体，都是这个心体所现所变。啊，所现所变所生一切法都是假的，都假象。什么是真的呢？这个心体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它永远存在，它永远不变。我们学习常常用电视荧光幕来做比喻。啊，题是什么？题就是荧幕，荧幕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荧幕能现一切法。我们按哪个频道，这画面显出来了。那画面有生有灭，荧幕没有生命。荧幕是一切法的本体。啊，这个荧幕就是此地讲的心。